大家好，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属于管理学的部分。我是王志远。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将和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组织设计的概念。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边的两个排系，在这边来讲，这是象棋，而这边呢，则是西洋棋。这两种游戏当中，最大的共通点就是，每只棋有它特定的功能跟用途。例如，像以象棋为例的时候，兵它每一次只能够向前走一步，并且它是不能向后退的。而对于帅或者士来讲，则只能够在这样子的方格当中去进行移动。这代表的意思就是来自于说是，在我们在下这些棋的时候，每一个棋各自有它的用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来使用，才不会造成问题。像这样子的观念，就是所谓的组织了。什么叫组织呢？如果我们把组织 （organizing） 这个字当做动词的时候，它所意指的事情是说，我们把组织的成员进行分工，以便我们来完成组织的任务。在我们进行组织活动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去发展出来一种东西，叫做组织结构。什么叫做组织结构呢？组织结构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在组织内部有关于工作任务的一些正式的安排，这些安排通常会有各种的目的，并且它的呈现，它可能会用组织图的方式来加以呈现，让看到的人他会知道说什么事情该找什么人，以及这些人之间的一个从属或者是彼此合作的关系。再去发展组织结构这样子的动作，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组织设计，这就是一种管理者在发展组织结构的时候所会进行的一些活动。组织这项活动基本上是伴随着计划之后而产生的。在计划的时候当中，我们必须要想出来说，我们到底要做哪些的事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至于该让谁来去做这些事情，则是属于组织活动该进行的部分。所以对于管理者来讲，他之所以要进行组织的活动，是因为他必须要把工作分配给特定的一些职位和部门，并且让每个职位当中都有他本身应该负责的一些工作还有责任。此外，在组织内部，很多的工作会彼此有互动相关的一个概念，所以对于管理者来讲，他必须要透过组织设计这样子的做法来去协调在组织内部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一些作业。同时，在组织的活动当中，通常会为了基于某一些协调或者共同工作的一些需求，所以会把不同类型的一些工作把它整合在同一个部门里面。也因此，在组织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立起个人、团队还有部门间的关系。在这除了这些关系的建立之外，组织里面来讲，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它要建立起一些正式的权威关系，让大家知道说谁该跟谁报告，谁该下什么样的决定等等。同时，在这个情形之下的时候，透过组织设计的发展，管理者可以成功的知道到底我的组织资源在哪一边，并且把它放在他所期许的位置上面。在谈到组织设计的时候，一般而言，当我们进行组织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以下的一些因素，来作为我是否可以成功的完成组织设计的一些评估的标准。这些东西包括一、专业分工 （work specialization）；二、部门化 （departmentalization）；第三个，指挥链的发展 （chain of command）；第四个，集权跟分权的一个概念；以及第五个，组织的一个正式化的程度。在描述指挥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会考虑到以下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是权威、责任，还有控制幅度等等。以下让我们来一一加以解释。首先是在专业分工的部分，专业分工的概念事实上出现的甚早，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的时候当中，他就曾经用制真工厂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出来专业分工的一个重要性。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书里面当中，他举出了制真工厂的故事。他表示，对于制真工厂来讲，传统我们的一些做法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某一个人从头到尾把一件工作给完成出来。但对亚当·斯密来讲，他认为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我让每一个人专心去从事制真工作的每一个步骤的时候，他可以大幅的提高整个工厂的一个生产的效率。那是因为，当每个人专注于自己工作上面的时候，可以让每个人的工作效率提高，进而达成整个生产流程的一个工作效率。
可是专业分工这样子的概念，并不见得永远会维持到一个好的状况。一般而言，在专业分工的初期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因为专业划分工的之下，每个员工他透过长期不断的学习跟累积的经验，造成个人的学习曲线上升，因而带来的生产力上面的提升。但是，当我们把工作过分的切割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工作里面，每个员工的做法当中，它变成高度的机械化，完全没有任何的弹性，更让员工觉得成长的一个可能性。也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会发生人性上面的一些不经济的效果。什么叫人性上的不经济效果呢？它指的事情是说，个人因为厌倦或者疲惫，而对于某份工作当中，它逐渐的产生一些怠惰的状况。也因此，专业分工固然是好事，但是当我们把一个组织里面的工作做过度化的一个专门分工，把人转换成一种机器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很容易让整体的生产力反而遭遇到下滑的一种状况。其次是所谓的部门化的概念，所谓的部门化，它所泛指的事情是说，我们将分工的工作依照某种原则来加以分群或者分组。这样子的好处是来自于说，是因为在彼此分群跟分组之下的结果当中，会使得同一个群、同一个组之间的工作当中，他们会有较为密切的一个往来的关系，而且我们会尽量希望在这些所需要的一个业务过程当中的沟通过程里面，他们尽量是以群或者组为单位，来降低掉所谓的一个沟通上面的成本。那么，我们该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分组或者分群呢？一般来讲，在管理上面，我们会用以下的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达成这样子的目的。首先，第一种叫做功能别的分工。功能别的概念，我想对于很多学过企业概论的人都会相当的了解。一般来讲，我们会说企业它会进行五种常见的一些企业功能，分别是产销人发财、生产、行销、人力资源管理、研发，还有财务管理等等。那所谓的功能别就泛指的事情是说，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业务当中，把同样功能别业务的人，把它放在同一个部门，这就叫做所谓的功能别分工的概念。我们用这张图来看一看，以这个工厂来讲的时候，它可能会把它所有该做的事情分成工程设计的部门、会计的部门、生产经理的部门，还有人力资源的部门跟采购的部门。那么，在分工过程当中，就会把凡是属于工程设计的人都交给工程经理来管，凡是属于会计报账的东西都交给会计经理来管，而所谓凡是属于任何的在产线上面各种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和管理上面的部分，则交给生产经理安排等等。那么，像这样子的方式，就是一种功能别分工的概念。功能别分工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因为功能别分工当中，我们可以把相同专业跟相同技术知识训练的人都放在一起，所以可以透过这种所谓的一个相同专业跟相同技术当中有较高的一个沟通需求以及较好沟通的状况的，来去把所谓的生产效率给向上提高。再来，则来自于说是这些工作当中，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相互对口的状况。例如，像以生产部门为例，我要找寻一些生产线上的作业员的时候，我也需要透过人力资源的专业的人来帮助我达成这个协助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集中窗口式的方式来达成到所谓的一个单一窗口沟通的一种效率。第三个，它另外会有一种所谓的深入的专业分工的状况，意指的事情是说，每一个工程设计、会计等等都是一种有相当专业的一个领域的知识，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属于什么样的问题该交给谁来帮助我们做处理。但是功能别分工并不是没有缺点的，首先，缺点之一是来自于部门间会缺乏沟通，那是因为在通常来讲，跨部门的一些作业往来的时候，会用单一窗口的方式来进行。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对于该部门当中并不是属于负责沟通窗口的人而言，他们可能并不见得去了解别的部门当中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以及他们可能所需要的一些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在该专属的部门领域当中，他们做事的人会无法完全去帮助到别的他该支援的部门。再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过产线上面来讲，具有的人力可能会需要有人力资源部门的人来帮助生产部门的经理来找寻这样子的人。可是，如果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对于生产线上面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并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
常发生的问题是，已经会变成说是人力资源认为找到的人，可能并不是生产部门当中所需要的人，因此会造成一些组织内部的问题。再来，在这样子的功能别分工当中的时候，很有可能不同部门的人，大家对于组织的目标并不是那么充分的了解，因为各自只专注于自己功能别当中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并不大知道说组织内部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而缺乏了所谓的 overall picture 整体性的一种考量，进而造成各行其政的一些问题。第二种常见的部门划分的方式是依据地理区域来进行划分。之所以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乃是因为在很多的公司而言的时候，他们的业务范围可能会横跨各种不大一样的地理区域，而这些地理区域当中，他们可能各自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所以基于统筹便利的方式来作为思考点的时候，这些公司可能会以地理区域的方式来划分部门。用这张图形来看的时候，它就说明出来了。对于一个业务部门来讲，可能它会因为客户的所在地，把它分成西区、南区、中西区跟东区等等。又例如像我们看一看，像是麦当劳或者是 7-Eleven 这一类的通路体系，他们通常来讲，除了每个分店上面会有一个经理、店经理之外，再上去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分区的督导，进而再向上统筹成，例如像是台北市、新北市等等，用这样子的地理区域的方式来层层向下划分。之所以这样子进行的目的，是因为以台湾而言的时候，可能各地的需求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状况，以及来自于说像是物料调度这类情形之下的时候，某些时候可能会采用在地采购的状况，所以因为像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而造成了在很多公司里面会以地理区域作为是他们划分部门的一种基础。那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划分呢？首先，第一个事情是来自于说，因为各地可能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状况，所以当我们依据地理区域来划分部门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率的、更有效能的来处理各地区各自所属的事务，以及说，因为地方当中可能各自有一些差异化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针对特定的地区来提供较好的一些服务。例如像以麦当劳而言的时候，虽然麦当劳是以所谓的一个全球在地化为著称的一家公司，但是在很多的地区里面，他们会发展出来各地的一些特殊的产品。例如像在印度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发展出来一些跟咖喱相关的产品；而在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避免提供以猪肉为主的产品，例如像台湾这边常见的满福宝等等。那么，在地理区域划分部门的情形之下的时候，会有什么缺点呢？首先，它的功能可能是重复的，例如像是说，同样属于采购的时候，可能西区会有一些负责采购的单位，而南区会有一些负责采购的单位，因此会有重复部门的状况。再来呢，各地区当中，因为彼此在业务往来的过程当中，并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往来的需要，所以各部门之间彼此会是分离的，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所属感或者归属感。第三种常见的一种划分部门的方式，是依据产品或者部门来进行划分。所谓的产品或者产出划分的方式来讲，用这张图为例的时候，某一家可能制造所谓的一个汽车用品的公司，它可能分成说大众运输的部门、休闲或者小客车的部门，乃至于说铁路产品的部门，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部门的划分。这样子划分的方式，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针对特殊的产品或者服务来进行差异、专业化跟差异化的分工。举个例子来讲，例如像是以三菱汽车为例的时候，三菱汽车的可以分成两种主要的产品线。第一种，它可能是针对一般的大众所推出来的私家车这样子的产品；第二种，可能是针对一些企业用户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商用车种这样子的产品。那么，透过把商用车跟一般的汽车两边做分工，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分别提供两种不同的客群一些专属的差异化的服务。例如像当你今天提供给私用的这种家用车的状况来看的时候，可能你的服务设施当中就要提供出来，例如像是一些较好的休息区，以及说事先安排好的一些服务。而对于这一种所谓的一个商用车来讲的时候，可能的主要诉求点会来自于说是直接的一些
远地的一些救援服务，或者是来自于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些产品分级付款的一些优惠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一种产品或者产出划分部门的一种状况。那么依照产品或者产出划分部门的时候，一方面来讲，它的好处是来自于说，我们可以针对特殊的产品或者服务来进行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来讲的时候，管理者他们会希望这样子的管理者，他可以成为专门针对这样的客户当中他的一种特定产业的专家，并且在这样子的划分之下的时候，会有达到接近客户的状况。可是坏处是来自于说，一，可能不同的部门当中会有一些功能重复的问题，以及第二个，因为它各自不同的产品别，他们各自分别为政，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之下的时候，可能对于属于各部门的人来讲，他会缺乏对于组织整体目标的一些了解。第四种划分组织部门的方式是依据程序别来进行划分。什么叫程序别呢？它所指的事情是说，依据一个生产流程当中，我们依据这样子的流程，把它一步一步的划分下来。那以这张图为例的时候，它所代表的可能是一家工厂。在这工厂里面，首先是有一个叫竣工的部门，再来有一个铣工的部门。铣工这些把产品做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装配的需求，而装配完毕、装配之外，还有一些对于零组件它的一些涂装，还有模光的部分，以及当我装配完毕之后，最后还有一些部门，他们可能分别要进行最后的修整，以及所谓的检验跟运送。依据像这样子的方式，工作流程的状况来进行划分，这就是一种依据程序别来划分的话。的部门划分的方式，它的好处是来自于说是我可以更有效的来管理不同的一些工作流程，因为不同的工作流程当中，它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专门技术，以及我们可以就此的把它分割出来，知道说什么时候这些东西该由哪些的部门来专属的完成，方便我们进行一些就责的一些好处。而坏处是来自于说，像这样子的依据程序别来划分部门，通常来讲是比较适用于。一个公司它的产品线当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一些工作流程，它并不大适用于这种工作流程很短，或者是说地区别差异化很大的一些地方来进行的部门划分。最后，则是一种叫做依据客户别来划分的方式。依据客户别来划分的方式来讲，它的重点是来自于说，我们希望依据我们服务的最终的顾客群，以他们来作为我们划分部门的一种基础的对象。例如，像我们用微软的产品来看的时候，微软可能会有推出很多很多，例如像 Office 之类的产品。可是它用户来讲，可能分成不大一样的用户，例如像一般基本的零售的用户，或者是来自于说一些针对企业用户当中的一些批发的单位，或者来自于说一些政府用户当中，他要做集体采购的情形之下而产生的一些服务的需求。那么以微软为例的时候，它在销售这个部分当中，就会针对不同的客群当中各自设下专属的部门，由这些部门各自来规划和实施一些适合这些顾客特性当中所需要的一些服务。例如像是以零售部门为例的时候，那么他们可能就要思考一下说，到底一般的顾客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购买，进而去设计一些这样子的通路。而对于批发的用户来讲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哪一些特殊的折扣或者服务来帮助他们。而对于政府的用户来讲，他们只要知道政府的一些采购流程是怎么样子来进行的，以便于去针对这样的顾客的一些采购的需求，去设计出来一种比较好的服务的方式。所以，依据这样子的方式来划分部门的时候，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依据顾客别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来做专人处理，这样子的好处。那么坏处跟前面很类似，一是来自于各部门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功能别的人员重复的现象，以及二因为各自为政，因此对于组织的一个全体的 overall 的一个 picture 可能会比较缺乏对于组织总体目标的一个掌控。刚刚前面所提到的部门划分的方式，基本上它只是一种所谓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在实际上的组织上面来看的时候，它不见得会完全依照刚才提到过的任何一种典型的部门划分的方式来进行部门的划分，它有可能会采用混合的方式来做，特别是来自于组织的规模扩大的时候，它更有可能去采取各种复杂的一些组织划分的方式。谈完了部门化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指挥链的概念。什么叫指挥链呢？所谓的指挥链，指的是从组织的高层到低层当中，他们的一个连续性的职权的关系。
它的重点是在于说，明确的定义出来谁该向谁报告，以及谁该向谁负责等等。在讨论指挥链这个概念的时候，通常而言，我们会顺便把以下的三个概念分别来加以介绍，分别是权威、责任，还有指挥权统一的概念。首先，让我们谈谈权威的意思。什么叫权威呢？权威它所泛指的意思是来自于说某一个职位之上，基于在这个职位的需求，所以这个职位的持有者他所被赋予的权利。这个权利代表意思是来自于说是他有权利去跟下属说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并且他有权利去要求你的下属必须要能够成功的达成到这一个使命。那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的时候，这个组织而言，通常来讲，他除了表定上面定出来说这个人具备管理职之外，他必须要同时给这个管理者他手上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权利。那这些权利当中可能包含的会是来自于说他是否有能力去影响到他的下属所享有的福利，以及下属他万一没有达成目标之后，可能必须要接受到的一些行为的后果，例如像惩罚等等。通过像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这个组织它可以透过对于管理者赋予权威的方式，来让管理者他有能力去要求跟影响他的下属，希望他们能够透过他们任务的执行来达成到组织最后的一个目标。那么，在什么样情形之下，下属会去接受管理者的权利呢？好，有一个学者，他叫做 Chester Barnard，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权威的接受理论。他认为，光是有一个 title 或者有一个职位，并不能够代表你绝对可以完全的影响到下面的一个成员，使得他们完成这个任务。而是否你今天提出了这样子的需求的时候，下面的人会愿意接受，并且来成功达成他必须要在以下的一些状况之下，能够成立的情形之下，他才能够成功的让他的权威可以落实在他的下属之下。下属他只有在下列的情形之下都被满足的时候，才能够成功的接受到他的上司的指令。这些条件包括：一、下属们他了解上司们的指令到底指的是什么；第二个，下属们他们相信他们的上司所下的指令跟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三个，这个指令的内容必须要跟他们个人的意念并不会有冲突；第四个，这些下属当中他们必须要有能力成功的执行这个指令来完成任务。好，这什么意思呢？首先，上司的一个命令必须要能够让下属来了解。那我举个例子来讲，例如像是说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对于一家店面的来讲，他的经理人跟他的一些前台的服务生讲说，你必须要满足顾客一切的需求。那么什么叫满足顾客一切的需求呢？这样子的东西如果是太过抽象或者空泛的话，那么它的部署可能并无法成功的执行像这样子的东西。再来，这个指令必须要能够跟组织的目标是完成一致的。那举一个例子来讲，例如像以香港它的一个抗争为例，如果说对于警察来讲的时候，警方部门认为他们的责任是在维持社会的一个安定，可是今天当他的上司要求他们的一个前线的警员去用任何的手段来去阻止这些群众进行各种的抗议行为的时候，如果这些员工、前线的警员，他们认为这些民众他们适当的一些所谓的一个游行，并不会去违反到让这个社会安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那么警员就有可能会不去执行这样子的命令。第三个，这些指令的内容必须要跟他们个人的信念是不冲突的。例如像以香港他们的一个民众抗议来看的时候，如果说警员认为用催泪弹或者用胡椒粉这些方式来去镇压抗议者这样子的行为，会让他们觉得说警察执法应该针对的是犯罪者，而这些非犯罪者的抗议者，他们做这样子的行为，并且造成人身伤害的时候，会有违他们个人的信念的话，那么他们也有可能不去执行这样子的命令。第四个，他们必须要有能力来依照这些指令来执行内容。例如，像你不大可能要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希望他能够去跳到水里面来救护这些所谓的一个溺水者。所以换言之，当我们要求一些消防队员或者警察来去救这些溺水的人的时候，你也必须要确认一下他们是否真的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来执行这样子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一种权威接受理论的概念。那么，对于这些权威来讲的时候，一般而言，这些权威可以分成两种不大一样的类别。第一种叫做直线的权威，
直线的权威，它的意思是来自于说，管理者他有能力去依据所谓的一个部门直接划分的状况，来去影响到他的下属。这就是指挥链当中常见的一种主管部署这样子的权威关系。第二种叫做幕僚关系，它所指的事情是说，他的原呃对于这些当事人而言，他之所以会有权利去影响到他人，并不是因为他是来自于直属主管这样子的权威的关系，而是来自于他虽然是一个支援部门。但是基于他的一个专业性，使得他讲的话可以协助或者帮助这些部门主管来去达成他的一个命令。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意思。首先，以直线权威来看的时候，总经理对于这些副总经理来讲，会有直接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他们本身就是在指挥链当中的一种从属的关系。同样的，这个副总经理他有权利去影响到区一、区域二、区域三、区域四各地区的一个区域的一个负责人，这也是来自于在指挥链当中部门从属关系之下而造成的一种影响的关系。而在某些的时候来讲，可能。你可能并不是原先的一个直属的一种关系，但是你对于某些的业务来讲，依然有一些影响权。那例如像以这个例子来看，可能营运总监他可以直接去命令到所谓的一个单位一当中，他们的一个营运的一些事项。但是因为营运总监本身他并不是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专家，所以当他有人力资源需求的时候，他还是会遵循一下人事总监他们的一些建议来进行他的一个决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在说哈，这个单位一的经理或者营运总监，他们必须要听从人事总监的一种直属的关系，而是来自于说，人事总监对于人力资源相关的业务，有一些专属的知识或者专业的能力，进而可以从他的专业上面来去影响到单位经理一或者是营业总监他们的一些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幕僚权威的概念。谈完权威之后，我们可以谈一下责任的概念。所谓的责任，指的是作为下属的人，他有义务要去接受他的上司给他的一些指派。那为什么需要强调这个部分呢？如果没有责任和义务的伴随，那么职权可能会被滥用。接受这些职权的一些员工，他们应该为他们的组织的绩效来负责。同样的，管理者他不应该要求这些没有职权的员工就为他们的工作来负责。那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看看，例如像某家医院当中，他们可能会说：“好，我希望你们这些治疗师每天必须要治疗多少个病人，如果没有达到的话，你就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可是，如果说这家医院里面他的治疗师到底可以有多少个病人去服务这些病人，是来自于医生是否开单转接这些病人到他的手上的话，则对于这些治疗师而言，他并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控制我到底可以服务多少病人。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当我们去把治疗多少病人这样子的责任给分派给治疗师的时候，就会是一个不恰当的行为，因为治疗师本身他并没有能力去控制他可以去服务多少对象这样子的数字，这就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的一种设定的概念。第三个叫做指挥权统一的原则。什么叫指挥权统一呢？就是指的事情是说，在理想上面，我们会希望每一个员工他只有一位直属的上司，他只要为这个直属上司的一些指令来做负责就好了，这是在原则上的一个概念。那原因是因为说，如果指挥权未能统一的时候，可能你会面对到不同主管他们各自给一些不大一样的命令，使得员工无所适从。那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业务单位的员工，他被他的主管指定说，你要帮我去找到一些人，适当的人进来。而怎么找到适当的人这个部分来讲，你会发现说，人是否适当是被所谓的一个人事单位的负责人，还有绝对的一个否决权。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到底你该听你的一个业务单位的主管，他说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你要听这个人事单位的主管说这个人是不好的？那对于这个负责找人的员工来讲，就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状况，这样就有违了指挥权统一的原则。那么指挥权统一的原则，这原则来看的时候，它是在我们古典的理论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但是在一些新兴的一些组织设计里面。就像矩阵型组织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违反到这样的一种指挥权统一的原则。在指挥链的概念之下，它所代表的事情是说，从最高层的主管到最基层的员工，他们之间的一个从属管理的关系。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在部门化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一个主管当中，下面会有很多的员工。
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到底最适当的员工人数是多少呢？这个部分来讲，就回到了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控制幅度的概念。什么叫做控制幅度呢？控制幅度所泛指的是一位管理者，他可以有效率跟有效能去指挥多少位员工的一个数目。我们用这张图来看一看，如果同样是一个组织里面，他们的员工人数总共有4096人的时候，这时候好，假设每一位主管他的控制幅度是4个人的时候，这时候这个组织可能可以分成7层，因为每一个主管管4个人，所以4个主管管16个人等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假设把每个主管最适合的控制幅度，把它视为是8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是像右边这张图的概念，指的事情是说，在这个组织里面，它总共只会分成5层。好，那么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到底哪一种好呢？我们来想想看。当一个组织里面它的层级数多的时候，它最大的缺点是来自于说是从最基层的员工，他能够跟最高层的主管之间的一个距离是高达到有6个不同的层级。在这过程当中，最高层的主管他可能较为难以知道最前线的一个状况，因为当讯息一层一层向上传的时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是可能会误解的。那所以这样比起来的时候，好像控制幅度大一点的时候，组织的层级会变小，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这样子或许会比较有效率。而另一方面来讲，对于一个管理者而言，一次我管4个人，可能我会比较知道下面每一个人在干什么，并且可以给予他比较好的一个支援。当人变多的时候，好，我可能就无法这么充分的去了解每一个人到底在做什么，以及可以给他一些适当的一些协助。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当组织的控制幅度变大的时候，尽管在这过程当中可以因为组织层级的减少而造成沟通效率的一个提升，但是缺点是来自于说是管理者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能够来帮他下面所控制的人来直接做一些管控跟协助的动作。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控制幅度的大跟小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传统的观念来看的时候，他们认为管理者他们不应该也没有办法直接管理5、6个人以上的一个部署。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说，最适合的管理的一个控制幅度可能只是在5到6之间而已。但是这样子的观点，逐渐的，随着现代科技的一个状况以及组织设计的一些改变，而面对到了挑战。例如像透过所有的一个资讯传递的状况来讲的时候，会使得这个管理者他可以在花费较少的时间之下，就可以了解不同的一些部署他们的一个需求。此外，这些所谓的一个控制幅度，它也受到工作特性的一个影响。如果下属他们的一个工作的特性是来自于是每个人都一样，标准化的，并且变动不大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管理者自然而然可以一次的管理较多的一个员工。但反过来说，如果他的下属他们负责的工作是在所谓的一个非标准化的情形之下，并且各自可能变化的情形较大的时候，管理者可能一次管理少量的员工会是一个较为适当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在工厂或产线上面的时候，可能一个领班就会直接可以管理到差不多20、30个以上的员工。但是对于一个业务单位的主管来讲的时候，通常而言，如果他本身的一个业务对象是多变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可能一个业务主管他一次能够管理到4、5个员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再来，组织的控制幅度，它通常来讲会影响到组织内部的层级跟管理的数量，进而会影响到组织的效率。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当组织层级变成7层的时候，会造成的是我们沟通上面来讲较为困难，也会变成说是上面最高主管的一些想法，很有可能会被下面的一些前线的员工给误解。那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不考虑其他的一些条件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控制的幅度越高，会因为它本身的一个层级数的缩减，而造成它的一个组织效率的提升。而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刚提到过说，传统上面我会认为说，管理者他不应该也没有办法直接管理5到6个以上的员工。所以早期的一些传统的组织，特别是来自于大型组织，从最上层到最下层，有个14层、15层以上的一个组织的层级是家常便饭。但是近来的一些管理思想当中，则认为，当组织的管理的层级过高的时候，会造成最高的管理者跟基层脱节。
的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开始推动一种叫做扁平化组织这样子的一种设计。举个例子来讲，以德州仪器在台湾的管理部门来看的时候，从最高层到最低层，总共只有3层这样子的层级，利用像这样子的方式，使得最高层的管理者，他跟最低层当中的员工之间的距离变短，也因此会造成他们的一个彼此的沟通效率较好的一种现象。谈完了控制幅度之后，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集权跟分权的概念。什么叫集权呢？集权它指的事情是说，组织的决策者他把决策权尽量集中在高阶的管理人员，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中低阶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来讲，他并没有做决策的权利，他只有去落实这些最高主管决策的一个可能性。而在分权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它所泛指的事情是说，很多的决策我把它授权给基层的管理者或者员工，这样子叫做一种分权的概念。那么一般来讲，所谓的一种集权式的设计，它比较适合在稳定的环境之下，因为在稳定的环境之下的时候，组织内部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基本上是一种常见的、可见的，并且高度重复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组织，它也偏向于集权的设计。反过来说，如果组织所存在的环境，它是复杂程度较高，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在这样子的组织，它通常来讲会采取分权的设定，指的事情是说，将较多的决策权授权给中阶或者是基层的一些主管。再来，如果在基层主管他们的一些能力跟经验较为缺乏的情形之下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组织通常而言会比较容易倾向于集权化的设定。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组织里面他的基层主管也有相当大的一些能力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导向分权的一种设定。再来，如果在这个组织里面大家比较不愿意扛责任的时候，那么有可能他会朝向一种集权的设定。但反过来说，如果对在这个组织里面，他的基层主管人员会需要有一些决策权的时候，那么也比较容易朝向分权的设定。再来，如果这些决策当中它的内容重要性很高的时候，通常而言会把这些决策交给最高层的主管来决定。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决策的内容当中它的重要性并不高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授权给基层的主管来进行。此外，如果当组织面对企业失败的风险和危机越高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这一类的决策通常而言会交给最高的主管来决定，采用集权式的方式进行。那么，在某些的组织文化当中，如果他本身是希望能够让管理者有些机会表达各自的意见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采用所谓的一种分权的设定。一般而言，集权设定当中也跟组织的规模有关。当组织的规模很大的时候，并且它的产品线和顾客群等等具备高度的同质性，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些企业它比较容易采用集权式的一种设定。而当这些组织它的一些地理区位分散得很广，并且各自有一些不重大的差异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组织内部的决策很有可能朝向分权式的结构发展。最后，对于集权式的组织而言，公司策略是否能够有效的达成，它很仰赖于这些管理者当中，他们能够清楚地告诉大家说该怎么做。但反过来说，对于倾向于分权的组织而言的时候，那么这个企业公司的策略是否可以有效地达成跟发展，就来自于说是否这些相对应的一些分权具备责任的管理者，他们愿意积极地去参与到这些决策的制定，并且能够随着情境之下来进行一些决策内容的一个调整。在现实的状况当中，大部分的管理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决定到底该集权或者是分权，是取决于说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能够最顺利的来达成跟执行这些决策。那在目前来讲，业界的趋势是来自于说我们尽量的朝向员工授权的方式来发展。所谓员工授权，它所意指的事情是说我们增加呈现员工的一些决策权。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做呢？那是因为最直接面对顾客的人就是所谓的一个前线的员工，所以我们应该要让前线的员工他们能够有更高的决策权，来去达到提高顾客满意度这样子的效果。最后一个我们用来描述组织设计特性的指标，就是所谓的正式化。那么什么叫做正式化呢？在此，正式化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说工作标准化以及员工遵循公司规章与程序而行事的一个程度。
那一般而言的话，如果说在一个组织里面，员工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自主权，甚至完全没有自主权，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方法来行事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样子的组织，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正式化程度非常高的组织。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组织里面，所有的员工他有相当大的一个自主权，可以随着他们自己对于情况的判断来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组织里面许多的事情并不会用一样的方法来处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组织里面，他们的正式化的程度比较低。在一个高度制式化或者正式化的组织里面的时候，一般而言，我们会看到详细的工作说明书，很明确的一些规定，以及相当清楚的一些工作程序。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员工对于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以及该怎么做等，并不大需要任何的一些考量。而对于这些正式化程度较低的公司而言的时候，员工则会有较大的一个完成工作的自由度。那么对一个组织来讲，到底应该是正式化程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呢？这种问题就要回到一个角度来看看，就是说一，员工他的一个工作能力的高跟低。一般来讲，员工本身的一个工作能力如果比较低，或者所需要的判断能力比较差的时候，组织用比较高度的正式化的设计，可能可以降低掉一些困扰。反过来说，如果说在一个组织里面，它所面对的环境是比较高度多变且复杂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过度正式化的一个组织的设计，很难的让组织可以有效的去因应各种不大一样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之下，组织它应该采取设计的一个正式化的程度，可能是以正式化程度低的组织设计较为恰当。一般来讲，依据我们刚刚前述提到过的，例如像是专业分工的程度、部门划分、指挥链的清楚程度等等，我们可以把组织分成两种不大一样的类别。第一种叫做机械式的组织。第二种叫做有机式的组织，所谓的机械式的组织，指的事情是说，在组织内部，它有高度的专业分工、严格的部门划分、清楚的指挥链，而所有的管理者，他们所用的控制幅度较小，在决策的集权程度上面，通常来讲采用中央集权的一个设计，以及说在组织内部各种规章跟形式的一些正式化程度来讲，它呈现一种高度制式化的一种设计。像这样子的组织，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一种机械化的组织。另外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做有机式的组织。在这类的组织当中，它的专业分工的程度可能没有这么明显，并且它有较多的一些跨功能、跨阶层的一些团队。而在组织内部当中，通常而言，它的资讯流通是较为自由的，并且对于管理者而言，他们的控制幅度通常较大。在决策的部分当中，有机式的组织比较偏好将决策授权给各种不同的部门、基层的主管；而在各种形式的一些规则上面的时候，有机式的组织则赋予工作的成员有较高的一个自主权。换言之，它采用一种低度制式化的一种设计。一般来讲，这些有机式的组织较为适用在一些外面的环境变化较大、组织内部的成员他们的能力较佳，以及来自于说管理者对外面环境当中他的一个了解程度并不是足够详细的时候，有可能会采取有机式的一种设计来保持组织内部弹性对于外部环境变动的一个反应。而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个组织它所处的产业是属于长期稳定，所面对到的事情有较高的一个重复性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采用偏向于机械式的设计。那么介绍完了各种不同的部门划分以及机械型和有机式组织的概念之后，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到底我们该怎么样选择最适合的一种组织结构呢？它的答案是随情况而定。一般来讲，组织结构的选择，通常而言，容易受到以下四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它们分别是组织的策略、组织规模的大小、组织所面对到的一些技术，以及说它跟环境上面的一些不确定性。首先是策略跟组织结构的关系。根据美国企业史学者钱德勒的看法，他认为说，对于企业而言，组织的结构是跟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策略而决定的。钱德勒他针对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这些大型企业，例如像通用、杜邦等企业，他们的一些历史沿革之后，他发现到，
对于这些大型企业而言，他们的组织结构设计通常是看看在当时企业的主要策略是什么，而进行一些相互对应的一个设计。第二个概念则叫做组织大小跟组织结构的一个关系。一般的证据显示，组织的大小对于组织的结构选择会有相当的一个影响。一般而言，超过2000名员工的大型组织，它会比一般小型的组织有更多的专业分工、部门划分，还有集权的中央，以及说组织的章程跟规范等等。换言之，大型的组织它比较容易呈现出所谓的一种机械化的结构设计。而在组织的成长一旦达到某种规模之后，这些规模的大小对于组织结构的影响就会变得相对较小。第三个是来自于组织所使用的生产技术跟组织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学者 Woodward 他认为说，在技术、结构和效能当中，他们会有一种彼此搭配的一个影响。一般而言，在他的生产技术当中，采用的是单位生产的公司而言，他们的结构的特征是，通常来讲会呈现一种低度的垂直分化、低度的水平分化以及低度的制式化的一种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使用单位生产技术的公司，最有效的结构是用有机式的组织设计；而对于某一些大量生产的组织来看的时候，它们的结构通常会有中度的垂直划分、高度的水平划分以及高度的正式化的特征。在这种情形之下，它们最有效的一种组织设计的结构会是机械式的组织设计。而第三种叫做程序式的生产，它所泛指的事情是说，公司内部采用的生产程序有明显的一些先后步骤。在这种情形之下，它的一个组织结构的特征通常会呈现着高度的垂直分化、低度的水平分化以及低度的正式化。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样子的组织采用有机型的组织设计会较为恰当。一般而言，当技术的固定性越多，组织它的标准化也会变得越来越高，以及它的机械化程度也会相对应的越来越高。反过来说，当一个组织里面它采用了很多非例行性的技术的时候，那么采用有机式的组织设计会较为恰当。最后是来自于环境不确定性跟组织结构的一个影响。一般而言，当组织所面对的环境是较为稳定且单纯的时候，机械化的组织会有较高的一个效率。反过来说，如果当组织所面对到的一个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时候，则有机性的组织结构会提供所需要的一种应对的弹性。而在我们现在的时候，因为全球化的一个影响，以及各种全球的竞争，以及说竞争加速的一些现象，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呈现越来越为动态的一种状况。也因此，虽然传统的组织设计多半会比较偏好采用机械性的组织设计，但是这样子的设计现在已经逐渐的不能够应用到这种所谓的一个高度环境不确定性以及动态性的一种环境，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组织会逐渐的采用有机型的一些组织的设计。好，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聆听。